既然你们知道我的秘密，守得住便是我的人，守不住会是什么下场，你们自己心中有数。这刀乃是朝廷所制，是下发到各州府军队，你们若是普通商人，怎会有此刀？你以后一定要对身边的可疑之人多加提防，尤其是皇帝的膳食。你刚才对这个桃子做了什么？皇后，你难得聪明一次，却是自己找死。晚间8点至10点，五洲制药独孤皇后首播《再中式》。